一张讲讲的是，我用台语来讲，这是我的故事。我要先来甲我去查查资料，标准化的过程，开药甲存入的。我是 Superflex， 我伫关顶线顶的名号叫 Superflex。我伫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遮是是华社群新闻，嘛是台湾 Wiki 协会的理事。去年嘛，我嘛讲共款的，差不多的题目，就是讲顶年去年 Costco 是就是讲开了这里开了资料。它上面就是讲英文，就是讲 using OpenStreetMap and Wikidata to range river data in Taiwan。伫 Wikidata.com 嘛是讲同款，题目是相像相同的。啊，佮伫个较奇怪的是这啦，这是目的资讯的研讨会的部分，就是第五届研究记录亚太目的研讨会文化与自然地理记录工作坊。这是一些比较奇怪的教授在参加的主办的会议。再来讲就是2022年的进展。因为我刚才有讲啦，就是因为建库和行政库的存立用位，所以在 OpenStreetMap 跟 Wikidata 遐嘛爱把资料更新过。这部分呢，刚才听都还有讲，就是我要讲的是较偏开料的部分，啊，佮就是无阿多的部分。OK， 这是我的重点嘛，就是我要先买 Wikidata 连接的部分，啊，佮存在开料无阿多。这都还有看过啊，就是 Plato 的去。一做就是，敢是借库的资料，甲乌克兰遐有啥物无同步的所在？有看到新的部分，咱就咧 OpenStreetMap 甲乌克兰遐伫咧编辑、修正、甲新的版本。所以咱伫存的部分，伫拄到困难就是，咱来对着上新的政府的资料，有材料的部分，咱伫咧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遐爱写伫了 OpenStreetMap 遐爱材料 ，Wikidata 遐爱把它结束的日期写入去。会有部分拄啊。咱有讲过啊，就是有真大的问题，就是较大条的，就像淡水河，也是高平溪，也是罗翠溪，拢有册在讲，拢有文献的部分。不过较细条溪啊就无啦，所以讲就是在写，就是为了加是愈来愈注重就是要文献的部分啦，就较困难的。有人要挑战，就拄到问题啦。OpenStreetMap 遮的问题就是讲 OpenStreetMap 的关联，就是 OpenStreetMap relation 的 editing 的门槛较悬啦。啊，佫就是讲，伊嘛画着较正确的部分，就是爱 station 在真在地去画。咱简单来讲一个，就是 OpenStreetMap 的所在，就是讲被刷人真介意 OpenStreetMap， 有高压电塔被刷来刷咯，啊，佮表示满波的资讯。买当就是对已经 data 关心的人连关心的人来讲，也是项主要靠的连接。比如讲一个 A 会当连接 Wikidata、Wikipedia 等等的，嘛发多就是讲在语言的表示，比如讲台语。哈卡法，也是英语、日本，也是较在真在地原住民语言，嘛会当写入去。有背山人应该是知影这个地，就叫做老地图的部分。伊甲我们去买资料，还佫有来卫政部遐的
你看到过，就是等高线资料进行一个最初这老最多的投资。过来就是我们顺便会当直接分析，就讲咱来关心就是阮台湾中正路的部分，只要就是用这服务就叫做 Overpass API 的部分，就叫出来所有中正路、中正街，也是中正大道，等等的拢会使出现，拢会使找出来。啊，佫就是拄仔有讲过，就高压连线甲变成数的部分，嘛是会当用 Overpass API 就会当甲线路，啊，佮各地头的变成数拢会当找出来。拄仔讲过就是伟大是会当跨出做就是临时会当读的 Wikipedia。诶，会当过来一点，就是伊是会当含资料库的部分。我拄仔有讲过，就是艾丽有讲，就资料库的资料库的部分。啊，佫是一个结构的部分，就是做语言的部分。国际语言的方面，就像讲英语、日语、台湾台语，也是台湾客家话等等的。有人会当写，就会当记录落来。这是就是行资料库的部分，这是去用拄仔讲过 Overpass API 来找的，就是讲Overpass 用标记的方式，甲名号，啊，佮OpenStreetMap遐的编号，啊，佮 Wikidata、Wikipedia 遐的连接，拢显示出来。过来就拄仔就讲过，就 OpenStreetMap 的好处就是讲有记录，亲像讲抹布的部分，像较商业化的地方是较无收这款资料的。OSM 遮有甲台南遐南山公墓，这抹布拢有记录落来。咱来比较一下，就是讲，台湾毛阿波的主要部分，就是，这三个地图，应该讲是国家的商业地图，也是 OpenStreetMap 有收一寡毛阿波的资料。国土切块中心的部分，就是有一个地图叫做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图。商业地图的部分，Google 地图的部分就是。有收伊个范围，嘛有收，嘛有看片段，就是一点来表示这是毛波的。大部分的状况就是，不论是国土切块中用心，也是古个地图，是无法度直接把资料摕落来，甚至是爱开一寡钱来买。这是国土利用调查成果图的部分。这是台北市遐，我分目屎遐啦，负责公墓遐的部分啦。这是无法做直接去利用的，有可能就是爱家己辛辛苦苦把它了落来。伫我记得遐，咱有利用就 OpenStreetMap 的资料去引。登记建立一个我记得啦，项目出来，就像讲这东西台北市遐遮的，有诶已经刷无刷出去啊，然后有一寡就是还搁在啊。咱拄仔有讲过，就是咱会当直接利用 OpenStreetMap 的资料，这是我用 OSM 用这工具直接针对，逐天有出现的台湾 LAS 点 OSM 的 PPF 之类资料，分国家的资料来分析，那会当找出就是，
会当猜出来，就是讲，无除了一名号以外，还佫有甚物？甚物tag？但看结果是安尼啦，就是大部分是讲，这是个中文的名号，英文的名号，有去在那连接，嘛一挂是是咧波塔的部分，嘛一挂写伊个地址等等的，当然是卡无是因为国外，只能讲美国还是澳洲遐，大部分是教会去的。无啊多，不过台湾较少，较侪是，公家侪。咱来，搁继续就是讲，咱来关心咧找无啊多的名号，因为有一寡无啊多的名号会当就是对应无名号，又出来就是讲这是教会去的。这是简单，就是切出来了，就是安尼。华严堂墓地嘉里区第一公墓，万安乡第三公墓等等。OK， 主要讲过就是，台湾虽然较无是宗教来分的，不过还是有教会有去的。那嘛也是当就是直接用 religion。这标签是切看卖，是不是有标示？你若讲教会的摩阿波有，是不是有标示这标签出来？那就看就讲，就是除了就是这是较正常的，不高，这是基督教，这是无道教的部分。后尾这东西应该是错过的，应该这是名号直接到的，不是民间的。所以咱来查的过程是，还是有看到一寡较有错误的部分。OK， 咱有拄着挑战，就是讲，主要拼音的部分是正好的，嘛有正歹的部分，啊，佮做这块这是较基础的部分，不论是。为了这连接也是，我们是把这跨卫星图来画马步的范围等等的，所以这是在大量的能力来做的。啊，佫就是要爱写无同语言嘛，有爱有有白英语，也是台语的人来写。这多少讲过啦，就是品质的问题啦。就是我们出名到我记得精神来讲，就是靠自我的修正，渐渐啊挖空完美的部分啦。啊，个就是含主要课的部分啦，就是讲多少讲过，就我记得是一个主要课。我们出名遐哪一档连接？Wikidata、Wikipedia 等等的第三方的资料库，啊，佮亲像讲，我们需要加买当连接 GNS 的资料。不过就是爱两方拢较实在，亲像讲我们需要 Wikidata 拢有实在的，才有法度来处理的。甚至是一寡较困难的状况，啊，是爱写 programming 才当处理的。啊，佫有一个语言的部分，就是爱有人把一寡台语拍卡发的人来写。不过，即马是较有真侪人会晓讲，佮袂晓写。啊，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本土语言的较欠缺文献册本等等的。拍卡花的部分就是咱讲几廿年啊，不过就是无啥人爱写，应该是因为有一寡问题啦，就是讲拍卡花爱安怎写，有汉字牌，嘛有白话字牌，
嘛有刮风诶，吹沙诶，哈卡平平静静诶，所以咱就是即种就是爱爱找有把哈卡发诶，所以未来去计划的方面就是，虽然即几年是拄着疫情诶部分啦，是较困难啦，不过还是要继续啦，但是主题工作方也是。继续来甲 OpenStreetMap 编辑，啊，佮有去遐遐个资料来编辑申请加，啊，佮处理 QA 的问题。像讲会当做工课，亲像讲加听本土语言，也是亲像讲台湾台语，然后客家话，也是原住民语言的名号。OK， 拍一个广告啦，就是阮啊，佮个伫 MoreSpace 遮。有咱的聚会啦，是 OpenStreetMap 甲伟大社群斗阵来主办的。好，咱演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，那对要发问的话，就是任何语言都可以，只要我们听得懂就可以了。那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到中午的话，表定先前试讲的时候大概就15分钟啊，这应该就会正中场了。对，问一下好了。好。最近是有做那个墓地的部分嘛？那墓地部分后面有没有打算说可以应用在哪些部分？我目前想要的应用就是。可以爬山的时候避开摩阿波，这应该是很多人就是非常实用的部分。再的话，风水的话，可能就是帮助他们去选好风水的地方。但台湾渐渐就是土葬越来越就是禁止了，就各地政府了，台北市跟新北市应该都禁止土葬了，所以找风水也是越来越困难。还有什么应用呢？可能是炒地皮吧，有些就是坟墓要迁走了。啊，就可以事先就是把它标示出来，然后表示说之后那边就会大涨这样子。像在那个台北市有个隧道叫福兴隧道，那本身是军事的隧道，那附近其实有应该是清朝还是应该是比较近代的那个坟墓的规划，那是渐渐就是把墓迁走，然后去规划山野公园。目前就是算第一期有做出来，就是有一个叫做。文山森林公园的部分，那原先福兴隧道那附近的房地产都是比较低价的，那现在因为就是公共设施越来越好，就包括坟墓就迁走，其实越来越就是可以去投资参考的样子。这个我要补充一下，刚刚提到阿波，就我上礼拜三的时候有到后面就是蟾蜍山。从福州山公园往蟾蜍山的方向走，那其实中间也是拿着 OSN 的地图在做对照，然后再看一些那个路径。因为在山区方面的话，除了公园范围之外，往那个应该是叫中埔山、蟾蜍山跟那个方兰山，就比较靠近空军基地那边的地点，就几乎都没有路径。那中间其实我也是真的碰到蛮多的那个土葬的墓地，像南那个公馆向南面山坡那边的墓地，其实都管理得很好，它有两条大道啊，都弄得不错。但是在林线上，其实到处都是可以看到，就是没有人去扫墓的孤魂野鬼，那路也算蛮难走的。我再分享一个经验，就是我祖先是葬在福州山那里，那大概1996、97年的时候，要开国三甲的时候，就把那边迁走了。一方面就是为了那个隧道部分，就是有需要迁出来；，另外一方面可能是都市景观的关系。那我记得有一年就去那边扫墓，就发现其实就是很多家就已经有把迁墓迁走了，然后。
我就是可能第一次去那边，所以就是不小心踩到就是已经挖出来的坟墓的那墓冢，就是非常的那个，那时候又是刚下雨，所以是积水，所以我的那个鞋子都是泡烂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再一个经验分享是那个，有些墓早期是就是看就是纯看风水，所以他们就是走它的方位的朝向是很自由自在的，就是各种方向都是有可能的。它只要配合山势什么的话，就是会，比方说这个是南面坡之类，它大致上朝南，但它的一些纤维的角度还是有些差异的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后来就是政府规划公墓区就比较有算是禁止，就是大家就随意朝角度的这种状况，就是维护上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些甚至是朝向公园化的一个规划的角度，但是其实总体来讲，大台北这边其实那个坟墓的那个需求量实在太大了，就是如果说这允许土葬，其实有点就是不太实际了，所以渐渐都往塔位去搞。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其实如果去比较有平地的一些地方的话，他们跟台北不一样，台北就是选山区去葬，那靠海边的平地的话，都是可能往海沙坡去安葬，因为那可是比较低度利用的一些土地了，所以是种田是种不活那种。那他们选择就是会往海岸边去，把坟墓那个部分归到那里。那不知道有没有想要有什么问题的，或者是就是对我们那个资料分析的工具有没有什么就是疑问？假如没有的话，现在是差不多11:52了，那大家可以就是提前去觅食。那我这边演讲就到这边，啊，就谢谢大家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下午的场次是13:00就开始，1:00下午1:00开始，谢谢。